哎，志贺，还记得我吗？马上要下雨了，你信吗？秦梦，是你啊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在等车回家，你呢？我也是。坐啊。秦梦。哦，马上就要下雨了，你信吗？送我回家，不客气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会下雨啊？我今天晚上碰到琪琪了，是他告诉我说会下雨的。哦，是吗？嗯，遇见你之前，我一直在找他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。晚安。客户来了，坐。刘医生你好。你好。我的状况你已经了解了吧？什么时候可以手术啊？和照片上的女人一模一样，我想除了嘴角的比例不同外，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。你不会要告诉我说没有必要做了吧？那你和其他医生有什么区别啊？没有我做不了的手术。生命。晚上给他安排手术时间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如果我的妹妹绮梦来找你们，说服你们不要给我整容，千万不要留她，因为要做手术的人是我，我也有自主选择权。OK。我一向都是跟患者的本人交流。我听说有一个医生叫刘贝奇，医术很高超，人在哪？哦，这您需要先预约。哎，干嘛啦？奇梦很特别，对吧？奇梦？哦，双胞胎妹妹，奇梦。啊，双胞胎啊。
你看着我，看着我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吴纯的双胞胎姐姐，我还叫吴纯。马上给他安排时间。好。再去找妈妈。